然后最近很流行的画画就有人手游吼，那这款是中文版的。我们有玩过一款英文版的，可是他们的两个游戏的关卡是有一些不太一样，有一些一样。告白气，哎，好。好那个，还要撑几秒这样？那家小该撑5秒啊！阻止爆炸！你的眼珠，你的眼神，像神话。哎，这种游戏玩久了，我们都知道攻略了呢。以前我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弄啊，是啊，我手残了，是的靠哦。哎，做成大爷的样子。那就干脆把他们两个包起来就好了。好神奇哦，这样可以过。